前年的吗？啊，记得记得记得。还有选项，哇！A 唐人节，B 月饼节，C 团圆节。团圆节，哎呀，顾名思义嘛。Bingo。二，在古代日月和月缺一般时有什么？A 天气好坏，B 悲欢离合，C 身体是否健康。B 呀、啊，阴是什么呀？悲欢离合。悲欢离合嘛，是不是？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嘛。没想到，实在是没想到，真的是完全意料不到的，哇，好刺激，好惊险啊！我的天哪！看图台月饼口味，哇、哦，这莲蓉，这个蛋黄莲蓉，冰有一个流沙，奶黄流沙的，是不是？不可能的，万万不可能的，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别录了，别录了啊！